準備堂堂三場賽事四班千二八大熱門啊，好熱添啊！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啦，前面快集嘅話三代獨心快添喎，響外邊電子兄弟啦，中間耀寶區啦，六三威武良區外邊合夥奔馳，出邊藍心進佔第五位到啦。咁啊，仲有呢只極速贏啊，中間啊旋風飛揚噶，後邊嗰五匹馬啦，好有氣啦。星西明區響邊四啊，尾三粉紅帽就橫財啊，殿後一對有智旺財同埋黃衫嗰只連心星嚟噶，去到對面直路中尾段啦。咁啊，三隻馬響前面嘅內欄威武良區啊，快過電子兄弟啊，出邊咧有合夥奔馳啊，內欄第四威仲有耀寶區，中間進佔第五仲有旋風飛揚啊，好多層啊馬啦。內欄第六位喎，有三代同心啊，出邊第七位藍衫嘅極速贏啊，咁啊再後邊嘅馬。掟大外檔粉紅帽就宏財啦，尾是盛世名區啊，後邊三隻好有喜字旺財同埋出邊嗰只咧就連心星嚟噶，好啦，正在直路啦，前面尖尖嘅馬就電子兄弟啊，咁啊見到外邊合夥奔馳追緊啦，馬林中間耀寶區啦，最出嗰只宏財亦都上緊嚟，再跟住中檔位置仲有啲小飛揚啊，最後一百米到啦，埋邊耀寶區咧咁啊尖尖，外邊宏財越逼越近啊，中間位置嘅馬咧仲合夥奔馳接近終點啦，耀寶區贏出呢場賽事啊！第二名嘅馬外面追有宏財啊，咁啊至於第四馬火奔馳喺中間，入邊啊盛世名區姚禮德喎，咁啊有東區有耀寶區，而呢對騎練嘅合作黎超星麥道朗一拍即合，耀寶區打開勝利之門。八馬耀寶區啊，臨尾得翻十九蚊嘅啫。